环境不同，各国的文化也不同。比如各国的马桶文化，日本的马桶非常人性化，非常先进，而中国的马桶则是很传统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那么，你们知道美国的马桶是怎样的吗？有位中国游客去美国旅游，看到当地马桶纳闷，为啥美国马桶圈上有个缺口？难道中外有别？我们平常看到的马桶圈都是椭圆形的，不会有任何缺口。在冬天如果觉得马桶圈很凉，我们还可以在上面铺一块马桶圈的布。而美国的马桶圈不是完整的，而是有缺口的。其实这样是为了干净。在上厕所之前，人们为了干净会在马桶圈上套一个纸袋，等解决完后，只要将纸袋从马桶圈的缺口处撕进马桶里，然后纸袋就会顺住马桶的水和冲走。这个小小的设计看似简单，实则发挥住很大的作用。这样人们就不用费时间将纸袋从马桶圈拿走了，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。知道原因后，中国游客不得不感叹道，设计这马桶圈的人太聪明了。